汪小明和 Baby 从恋爱到结婚，恩爱秀不断。自二人结婚后，何时生子也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。7月22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黄晓明空降辽宁丹东东港市孤山镇。据悉，孤山镇大孤山山腰上有一组寺庙群，在当地乃至辽宁省都亨负盛名。大孤山下庙附近还有一位道士，据说算命很准。网友透露，黄晓明此行便是先赴寺庙朝拜，再向一位绰号老二的算命先生算命，疑似是求子。图中所见，黄晓明下车时以黑超遮面，外罩牛仔外套，内穿一身黑色的休闲装。他先是穿梭于寺庙群中礼佛，并在某间寺庙的红色签名簿上留下了自己的墨名，随后摘下墨镜，再便扎着以祈福的红绸带的大树前，山间村落处忙不迭地与各色游客村民合影，尽显亲民。如果爆料用户的小明求子说属实，看来三十有八的黄教主也已经到了求子心切的年纪了，那就愿各路神佛保佑他求人得人吧。